我代志啊。我来讲一个啦，等咱的感情这么好，但我想一下方法，靠江阴山一个啦。啊，你要来到想一下方法，看到我无？你记得你来下播，你真的拢我害死的，不好。Yeah.
我吼去演员的所在查电视，明明就是这件啊。对啊，你们的是这个艺人，我袂看。啊，奇怪，别来搞这个啦。真是，有天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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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永远都袂使来了啊！永远哦，像恁的
个道理，想已经随为所失病，也已经受了一次惊。如今，第二句轻轻，可是你可为所失病，放心，你心里舒服过。该太你一半孝心，多想了，你输的一点血性，不能先我的输。我跟你讲，你也别骂我，你也了解，你是要来出丧事的。无需了解，你需要真有感觉。无需迄个做事的规律实施，你就放不下。我讲，你太自私，你太自私了，兄弟啊！真厉害，死了你个为师错敌，道理，为道理思量不甘愿，你不肯妥协，哪里真简单？烧天我命人，将你毁葬！心疼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心
你试看嘛。我要来做亲戚啊！做亲戚啊！我现在要娶阮表小妹啊，你唔桃花？会啊！啊，我下面也要娶。你说我生的是修道之人，哪里有娶妻？全家亲戚无三分好。那恁下面也要娶嘞？那是我故乡的二小弟。啥弟？我对你先生不会这样过。中啊，今麦听话，你有任何小弟小妹？你可以疑我吗？不啦，是疑问啦，疑问，疑问。我来疑问，莫非你是恶性的？是啊，别把看不懂的那些疑问啊。如今为什么这个地带，我的神，你的界，岂不是天下无敌？哪里？一来，两得千家无数，点西，为民摆开难题，会当先于一个答案。你来会当解救百姓的性命，你感觉何乐而不为啊？当然啊，路处不平，一个会算，一个会解，天下太平，都拢无人会死。走走走！所以为师做亲戚，你想怎样？赞赞赞！当然是会成。是是啊，哪里有路过一个好温度？为师对路。来，我们表现为引导，请先恭喜姐了吼！多谢我这个天意姐，太好了，行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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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桃花，还有没事？我们就走。